史贝斯考克 Space Cake 的强韧的蟑螂人，就是那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大概是大一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去比了一个比赛，他们就拿这首去比，我就觉得，就是撇开那个吉他好强好厉害之外，就是怎么是蟑螂欸，就是人人喊打的那个生物，然后他们可以把它写成一首歌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像蟑螂一样充满韧性，在这个社会里面，然后继续活着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过得更好啦，不一定要像蟑螂一样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丹玩九州的左勋右勋，嗨。嗨，耶！